位于太平洋西南边陲台湾，经过前人多年来筚路蓝缕的开垦经营，现在我们拥有高科技的产业结构及多元的文化内涵，而发展出口则是我们的生存命脉。立足台湾，布局世界。输赢是国内唯一官方输出信用机构，也是唯一国营的贸易专业银行。本行拥有国内银行中最佳之信用评等。输赢配合政府经贸政策，提升我国出口动能，并以融资及保证服务协助国内企业，对内参与国内重大经济建设，促进产业发展；对外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活动，从西元1998年开始加入国际输出保险组织伯恩联盟，利用国内外金融机构扩大服务层面。我们有各种金融工具，可以满足厂商在拓销出口的过程中每一个阶段的需求。在贸易洽谈接单阶段时，我们提供出口保证、出口前营运周转金，透过输赢转融资转贷给进口商。针对信用状政治或信用风险，本行提供信用状贸易保险。台湾出口商向国外购买原物料与机械设备时，可利用本行中长期输入融资服务来支付价款，输入保证作为付款保证，以短期出口贷款协助出口厂商取得出口周转金。一般出口贷款让厂商可立即取得资金融通，中长期出口贷款让进口商可分期付款偿还货款。为保障台湾出口厂商能顺利收回账款，本行提供各式输出保险及账款承购工具。此外，本行也提供海外营建工程融资及保证、造船融资及保证、海外投资融资及保证，提高厂商在国际间之竞争能力。本行执行政府经贸政策，由以执行政府新政和计划三保专案成绩最为卓著。本行在融资服务、保证服务、输出保险服务三大业务项目也都有显著的提升。此外，为掌握商机，除重点市场，本行在拓展新兴市场方面也不遗余力。本行经由经济动能推升方案，获得政府国发基金与经济部推贸基金支持，近年更有商品出口转型行动方案，协助出口厂商取得资金融通并规避贸易风险。输赢强化贸易金融，协助对外贸易，是您推展贸易的最佳靠山。